每天都会有两三次的去总店，我觉得到那里看一看，别人找不到的毛病，我会找到；别人看不到的，都会看到。他们老一辈的认为，就是守成很重要。那我们年轻的一辈认为创新是比较重要，中间如何做一个平衡，这个是所有的第二代都会遇到的。 最大的一个困难，我记得我们在我们回来之前，他就有卖元宵，有卖粽子，有卖卤味，就是说有可以换成现金的。那个时候，我们顺成吴妈妈都会参与在那个地方。看过大陆的市场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进去。虽然很多同业都跟我讲，你现在进去其实你赚不到钱。我觉得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在台湾经营会完全触碰不到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吴冠明，站在我右边的是，我是顺成蛋糕吴妈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50多年来顺成的一个奋斗的历史跟故事。好，一起欢迎53年顺成蛋糕的吴妈妈。 吴阳爱，你是顺成董事长，还有总经理吴冠明。你好，主持人好，你是老大。 我是老三，所以你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多少？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是，但是现在是你算是最主要扛起顺成的家业就对了。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共同一起负责。是的。好，所以这个都是家业的滋味哈。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刚刚说顺成是1965年。1965没错。那时候民国54年。那时候你多大？我那个时候读小学2年级，大概8岁的样子。 是，所以你等于是跟着你这个顺成蛋糕一起长大的，就对了。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有很多应该是在台湾大家也吃了超过50年半世纪的面包，对不对？像这个是葱花面包，对，有一些欧式面包店啦，或者现在新的，或者说什么标榜法式面包店，就绝对不会出现。这个一看就是台湾的面包，就对了。葱花面包有一个特色，一定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它一定要。 猪油，而且是要台湾的猪的油，土猪油，所以是我们在上面看到这个，还是它整个面包在揉面的时候也不是，它就是葱花刷上去的，葱花用那个猪油来这样子，然后再刷在上面，所以才会有这个特殊香味，才会有特别的香味。是的，就跟我们萝卜本赶快呢。哦 ，OK， 好，这我这还是吃了，也是吃了半世纪才知道。好，那还有哪些也是？ 从小吃到大的台湾面包，其实菠萝面包也是一直在红，它都不停的这个有很多人喜欢。那不管内馅花，它的那个外形其实就是没有变过，对不对？没有变过。我好奇这个是不是跟葱面包一样，就是台湾才有的面包啊？不会啊，外国也有菠萝面包啊，也是有，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点融合就对了。嘿嘿，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乡亲其实到了国外。 他们还是比较怀念这种菠萝面包啦、葱花面包的口味。那所以我们有部分的同业到国外去开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卖的非常好的一个品项。哦，反而是哈。那像这个蛋皮的呢？蛋皮肉松，这比较后来一点。我可以偷偷的泄露一些秘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不太喜欢做二次加工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烤蛋皮啦，加上去再粘这个肉松，这个叫二次加工的。那 我们就很不喜欢做，因为这工是两倍的。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个吴妈妈要跟着总经理一起来呢？因为在创始的时候，刚刚大家已经听了，那时候总经理是8岁，然后所以那时候吴妈妈跟总经理的父亲呢，那一起把这个顺成面包开出来。我查了一下哦，在1965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平均国民所得是每斤220块钱，所以那时候。 你们还记我有印象什么一个面包2块那种，或2块或5块的，我有印象，但可能不是这个面包。我来讲的话，我会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我只记得我可以吃3个到5个面包，因为你吃不要钱，我吃不用钱，所以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价钱的。
啊，然后我只负责吃饱，我不负责买单，这样是有10块钱一下面包吧？那时候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好像2块3块，是不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2节面包，就给人家送了哈，就送到有一个员工说她是我的子女，她说。阿姨阿姨，这个卡弄弄怎么办呢？好，爬不上去了，又送到4楼。我说那怎么办？你先休息一下吧，等一下再送，还是要给人家送完呢、啊？哦，就这个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比现在还要辛苦，真的。哎，像我们工作起来都是17个小时。是那样子创业的，真的，嘿，创业的时候，嘿。但是现在还是你们总店是几点开？几点关？现在7:30开，晚上2点关。7:30开我可以理解，关明就是说要吃早餐。对，那你到凉是因为在东区吗？宵夜的关系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20年前的东区其实是很多的夜生活的一个场所。那尤其是9点以后，这种夜店开始了之后，其实它是有一个循环的。那到了11、12点，其实很多人会出来买蛋糕来庆生。我们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太那么晚了，是不太有人来买面包，但是蛋糕的人还是很多。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那个面包蛋糕店跟夜生活也有关。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请了工读生收银，收银的话，因为工读生10点要下班，他明天还要上学，所以客人我们10:30打烊。快打烊的时候，他就会很不耐烦的，就脸会臭臭的哈。哦，我说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要想办法，我们来加一班人好了，就这个样子加的，一加加20几年了。所以你知道这个董事长就是董娘，心细如发哈。所以他看到10点多那个表情就不对，干脆延长营业，再换一班人。我只是打工打的最久的一个职员。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做这一集之前呢，那我们就做一个小民调查说。当然像我们那个在台北人从小是因为吃顺成面包，所以我印象不是顺成面包就是顺成蛋糕。可是我的小民调查超过70%的同事就说，哦，顺成卤味啊，对，就他第一个就是讲卤味。我觉得我个人是很好奇啦，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卖卤味？大概在卤味应该也有20出头年了。那就是走了一半的时候开始卖。其实这个卤味是我先生他的配料，独家的，应该是他的配料，所以一直后面的不能讲，后面详细的不好意思。其实我回来30年在我回来之前我们就有卖卤味，我记得我们在我们回来之前，他就有卖元宵。有卖粽子，有卖卤味，就是所有可以换成现金的，那个时候我们顺成吴妈妈都会参与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会说顺成蛋糕面包也会在卖卤味？很多我的朋友就会问我，这不搭嘎的。我说那是因为一个传统的过来，很多我们的老客户习惯这样子，那我们会发觉说，哎，这个也没有不好，所以我们就继续把它发扬光大。那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因为那个中药包是我父亲自己研发的，然后就一直传到现在，我们都还是照样的在用。所以在画面上，观众朋友现在可以看到那时候的那个卤味调制的过程。关敏，我知道你后来在管理上面，你把一次卤改成不同料分批卤。是的，其实卤味这个东西，针对青菜、针对豆干类的，还有针对肉类的，其实它入味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在里头。所以你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完全分开卤，另外一种就是一起丢下去，但是不同的时间捞起来。所以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到滋味的差异很大。我们现在总共多少种卤味？大概有25种。哇，这么多。而且我后来在松山机场，因为我最近出外景，我还发现松基的顺成那个卤味你挑完之后，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哎，我怎么什么时候可以拿？他说没有，我还在帮你传烫一下。传烫的会更好吃。对，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跟总店一样就直接拿了走的，有很多长销的，像波士顿派不也是吗？就是你永远橱窗里面都一定会看到波士顿派，这个蛮特别，就是在一个地方卤味粽子波士顿派有段时间一起卖。其实这个产品应该红了最少有40年了，那我觉得它红的最主要就是它很清淡，
它不会很油腻，它不会口味不会很重。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好吃两个字，它后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原因，可能只有时间才能够筛选出来。那在我们在看这个报道之前，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一个店里面卖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对它这个潮流，在这个五十年不管它怎么样变化，你们都可以这么兼容并蓄，这种营业方式对你的挑战呢？我觉得挑战，我可以先从员工开始说。三十多年前的台湾，其实那时候烘焙业者是没有师傅们是没有穿制服的习惯，因为没有冷气，所以是很热。那我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他们要穿制服，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的都是穿制服的。那行销上呢？行销上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回国之前，我父母有把现在的总店做一个改装。那改装以前的就是什么都卖，从牛肉干啦、蜜饯啦、到拖把啦，什么都有卖。那后来我们就说服他说，只能够卖烘焙类的商品。其实改成专门烘焙店是他的功劳。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把头哈挂在那个地方哈，如果不 OK， 可能就会被这样子的。这个吴妈妈，你现在大概一个星期还有多频繁？比方你会在总店去走走看看？我每天都会有两三次的去总店，因为我住在附近哈，所以我觉得到那里看一看哈。别人找不到的毛病我会找到，别人看不到的我都会看到哈，所以就是会告诉他们怎么样，都是有一点收获了。那你这么多年53年，你有没有休过很长的假？有，就是生病的时候。哎呦，好，那个不算。所以其他时间若不去总店转转，这天就不对劲，就对。对，其他几乎只要在台北，通通要去的。他曾经有很多次出国的经验。那他只要出国的第三天哈，他就一定跟我们闹，说他要回家。我说，我爸爸也陪在身边，孩子也陪在身边，你为什么要回家？因为那个店是他的全部，是他的生命。因为我比较对爱做生意了，大概是也看了好多客人变成好朋友了，真的我们很开心的哈，也要感谢这些顾客们哈来支持我，真的谢谢。我们下面就看这个报道，在报道里面呢，我们感谢冠名，也感谢吴妈妈，她非常贴近、非常鲜活的反映出来，顺成就是她的家，跟董事长全部的。这半生的缩影，一起来看看。打转在25平大的店内，顺成蛋糕创办人、董事长吴阳爱珠个头娇小，瞪着一寸高跟鞋，眼睛忙碌扫视架上的面包，印有空缺。他第一时间补位。我很爱松夹子，夹子很多的话我就松。礼盒稍微歪斜，在吴阳爱珠的眼中看来都不及格。我的要求是一定要跟这个齐，才会有的前面，有的后面是非常不好的。妈妈今年82岁，非常的活跃，每天都来店里头巡至少4次以上。每天都来啊？每天都来，嘿，所以这个店其实对他来讲是跟生命的一样的重要。53年前创立的顺成蛋糕，原本是家什么都卖的杂货店。直到30年前，在美国当工程师的大儿子吴冠明奉母命回台接班，正式定型烘焙专卖店。妙的是，提起顺成，双北许多人冲口而出的印象都是卤味。小兵立功的顺成卤味占了品牌全年营收1/10，1/3的店内里都能闻得到香味。虽然早就把经营棒子交给儿子，但吴阳爱珠管理创始总店，处处不保留自己的想法意见。
是我觉得就是说不要摆这么出来了，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这边是很宽敞，你这边又多了一张椅子，对不对？桌子，然后这边又多了一张桌子。人家进来就看到了，看到就拿了，新的产品应该给它亮相嘛，对不对？因为妈妈常常会说，经营这样子，吃的这个盐哦，都比你吃的米粒要来的多啊，所以是凭着感觉在做事，当然也没有错，因为我们顺顺成这么多年来，在他的这种这样子的做法，也算是很成功，被消费者能够接受。哎，我告诉你们，你说用四柱，那个哈，我刚开始的时候一天做17个小时，上班17个小时。都发麻哎！我跟你讲，真的哎，那个时候年轻啊。草创初期，吴阳爱住在忠孝东路上这第一间店，用每天17个小时打稳根基。他有自己一套的卖胖哲学。广这个产品，他做了好几种，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推出这么多种。我说如果100个明星，有100个人都上台吗？不可能嘛，一定捧一个。好的，上来就好。从前的顺成蛋糕，吴阳爱珠和师傅讨论一款糕点只推一种口味，但儿子吴冠明认为这不符合大众喜欢多样的心态。我跟妈妈的相处的模式哈，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只有在前面做，后面我就忘记了，因为。回溯到1965年，吴阳爱珠和先生吴顺成以165万买下这间25平大的忠孝东路店面。50年后，地价翻涨150倍，现在市售一平近1000万。许多人捧着钱来找吴阳爱珠买房，但他坚持不卖，因为这间店面承载了周边住户超过半世纪的舌尖记忆。啊，我们大家都来这买，已经了好几十年了哈，啊。老店就是从以前一直耕耘过来的，他们是一步一脚印。老客户他的忠诚度很重要，他已经吃习惯这个样子的味道的时候，他就会再回购。对，那所以你的产品面就要很有它的稳定性，还有它的特色。像是这款咖喱饺，金黄色元宝造型，就是50年前最潮的烘焙点心。咖喱饺从我们顺成创立以来就有这样的商品，哦，这是我们的老板吴顺成先生，他从他的大陆那边沿袭过来的那个配方，哈，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这个味道。混合咖喱的卤肉洋葱，咸度调配从没调整。师傅把内馅扎满在面粉皮里，最新配方变成了古早味。2018年，顺成照样卖，半世纪的咸香仍保持着每个月卖出6000个的成绩。这个枣泥的，哦，啊，这个是芝麻的。妈说，哦，我爷爷喜欢吃，哈，哦，买5个好了。花旗棉花糖、小熊软糖，目前就只在忠孝东敦化南路口的创始店才买得到。顺成还有这种称斤的手工饼干，每个月能卖出超过4万片。跟市面上强调欧风的烘焙坊不同，盖有红点印的糕点多了份台式的质朴可爱。等于说放这个盘子的经济效益跟我们放一般的商品的经济效益哪个来得好？我们就纯粹在商言商。那可是妈妈就会有一种怀古的信心在她认为。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有人很想念这个，我卖的不一定说要赚多少钱嘛，对不对？不管平效，吴阳爱珠说，客人想念的味道一定要卖。在民国53年，异国甜点还没在台扎营的时代，顺成蛋糕已经在台北带领点心风潮。对于在东区长大的孩子来说，这里是一个回忆地标，更是一个时不时就想走进去的地方。其实我中医店现在是捧着钱请人家吃面包，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顺成有一个这么好的舞台。啊，我觉得，他给我带来很多福气。这个曾经被田埂和青蛙围绕的区块，现在是各个时尚品牌抢破头插旗的宝地。
顺城老店在台北东区最繁华地带，两代要做到的是把传统面包味在这儿继续飘香下一个世纪。哇，冠名真是，所以人真的是要忙才有活力。在报道里面再看到那个吴妈妈，哇，真的是这腰杆挺得直直的，哦，就是完全。其实当初在我像是六十几，那个时候30年前要回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身体是非常的差，好，那现在其实。你看不出来他当年的身体是不好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现在还是有一个重心，因为当初他可能想要交棒，然后没有人支持他，那就会很紧张。那我们回来了之后，我跟我弟弟一起回来之后他就比较放松，身体也越来越好。但是你在30年前回来接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实话，有一个母亲她在对总店情感这么深，那事实上她也有她的经验跟意见，你自己适应的地方在哪里？我个人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回来，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把这一家店做好。那时候就是这么一家店做好就好了，没有叫你发展成现在的21家。其实我不听话，他讲的我都会做，但是我记性不好，我转身就会忘记。好，那我跟我弟弟就开始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大概20几家吧，因为店数都会变化，大概22、23家的样子。所以那是你跟弟弟在家业的滋味里面另外发展的。是的，自己的一个心愿跟想法。是的，其实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老一辈的认为就是守成很重要，那我们年轻的一辈认为创新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守成跟创新中间如何做一个平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第二代都会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承担第一代给我们的压力，我们第二代都会很努力的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但是不一定会成功，通常做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过去曾经也有过因为某一些事情跟我的父亲跟母亲起争执的，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父亲东北人嘛，脾气不太好，比较直接啦，哈，然后就会拍着桌子骂我，然后叫我，因为我们在国外受的教育嘛，哈，就叫我们要，滚回去。所以亚美利坚，那我们就当成没听到他讲的话。但是我觉得跟第一代要处得很好的，其实要有很大的一个修养，我个人是觉得有的时候父母会用他那一代的想法来要求子女要走他们同样的路，所以反而相对哦。你看，我们说吴妈妈看起来非常比她实际年轻有活力，是，但是也许冠名啊，哦，跟他弟弟同时出现的时候，会比他们实际年龄要来的老成。好，这是一种，就是两代之间很有趣的意思。可能我们那时候年轻吧，比较气盛吧，就是认为说我的调整都是为了公司好，不一定是为员工好，但是为了公司好，常常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像我舅舅就会找他的姐姐，然后我的妈妈就会找我，然后我就会被训得很惨。你小时候有没有你父母辛苦在一开始创这个家业的时候什么画面让你那时候心里想，哦，我将来绝对不要做面包。就是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很小，所以我只负责吃。那我稍微懂事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到国外去了。那其实我们并不很清楚，父母在台湾其实工作是很辛苦的。那因为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压力。我们在那边就是只做一件事情，就负责读书。那读完书之后，我父亲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台湾来。好，那我就跟我父亲讲，如果你是要求我们读完硕士之后就回来的话，当年就不用送我们出来了。你在那时候在联邦的机关，美国联邦机关，担任过工程师嘛？是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你这辈子应该是不会回来卖面包的？其实我是不想回来的。是吗？因为我母亲的那时候身体真的很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我有看过你父亲的书，其实有时候就是像病危。是常常会收到病危通知，所以到最后我跟我弟弟就不得不回来。
如果我们可以拖的话，当然我们就尽量拖，因为我觉得国外的生活算是很平稳，比较像人生。那我们台湾的生活就比较紧密，尤其是做这种零售业比较紧密，然后没有 holiday。我想可能还是你从小跟你所投射跟向往一种过人生的方式，当你回来之后发生很大的落差。可是你也是，你很像我们讲那个过河卒子啊，就只能一直往前面走。你后来回来做了很多新的改变，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面包啊、卤味啊、蛋糕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还也关系到你为什么可以发展成21家店，是因为你砸了7000万去创设了一个中央厨房，中央厨房其实都有。烘焙业里面7000万元投资设备的中央厨房多不多？我们讲 local 的啦，不要讲什么国际。这样讲好了，当年阿扁做总统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两个评估案，一个就是前进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跟留台湾，那我们家族大家讨论了很久，决定要跟留台湾，所以我们投资了现在的那个工厂，买了工厂。是，我们来看一下，从因为在53年前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总店，就跟我们印象里面的面包店，以前做面包就是在后面，那但是他投资了7000万元一个中央厨房，我请官民帮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凤梨酥的一个成型机，那通常我们都会用日本的设备，我们大部分的设备进口的设备都是来自于日本，那极少数是来自于欧洲。所以它这是包馅又压盘哦。对，它后段的话会来做压盘的动作。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现在这一台的是麻薯的一个蒸炼机。什么叫蒸炼？蒸炼就是把那个粉，然后透过蒸汽，然后把它蒸熟了之后，那很稳定的把它蒸熟了之后，然后做成麻薯的皮。然后当然这个也不是用手工在包，然后它可能是透过一个自动包的一个，待会我们会看到。是。这温度都很高的。好，这是。这也是我们顺成在有中央工厂的之后，有这样子的设备之后出来的一些麻薯。被客人接受跟肯定。机器设备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意大利进口的，对不对？看一下。这些就是我们中秋月饼啦，一些饼干啦，凤梨酥啊，最容易烤出来色泽均匀，然后外皮酥脆的要件。它是烤箱哈，也有人叫它热风炉，是不是？它因为它里头是靠热风的，因为它这个 oven 分很多，不同的电的那个导热性哈，那有的是用传导的，有的是用热空气的。哦，所以它这个是用热空气的。好，我们这样光看这三项大概就晓得，所以你引进的机器设备，基本上。这光是这些机器的投资就很高，那当然不要讲中央厂房的占地啊，跟这些空间。对于继承家业这个滋味，我想你一回来会有很多老臣哦，跟你父母差不多时间打听一下，因为如果你现在去总店啊，有一些总店帮我们结账或者是包装的阿姨，我觉得她大概差不多50龄左右。好，反弹是好像它变成一个公式跟必然，它可能不是反弹你。而是某一些想法跟做法。我同意主持人的讲话，因为过去我回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生产的师傅啊，那其中我的舅舅也是在里面啊做一个厂长的职务。哇。那我们就会做很多调整，可能我们那时候年轻吧，比较气盛吧，就是认为说我的调整都是为了公司好，不一定是为员工好，但是为了公司好。那常常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表面他们都不会反弹啦，但是他们会到后面去找，像我舅舅就会找他的姐姐，然后我的妈妈就会找我，然后我就会被训得很惨，啊，然后像这种事情重复很多次之后，我们慢慢就会再来找到一些方法，我们认为说可能比较硬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好，那要看要透过什么样的先沟通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带他们出去考察啦，好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啦，然后再画一些愿景给他们，然后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慢慢的他们也可以接受。可是在你这个这一切的动力还是在你的心啊，你的这个 heart， 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心里面对于降临在你接班的
这一切变数上面，你透过一个完全顺服的角度，然后接受这些变数发生在你生命当中。我其实我从我母亲的身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坚持。这50多年来，她就是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坚持这两个字。所以我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当然也会心情会起伏，但是接下来我会想到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你甚至自己后来去上了一个心灵成长的一个课程，是，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个好资料里面写说对你的帮助非常大。其实，我稍微分享一下，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我看不到。但是我结婚之后，我太太才跟我讲，我是一个怪人。我说，哎，怎么看我也不像是一个怪人。她说，她的朋友都说我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我说，你有看过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怪人吗？如果是这么怪，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那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有棱有角的，那个时候是有棱有角的一个人物。你是有很多 pride 吗？那时候我就是不能够接受生命中间，不是黑就是白，我没有办法接受灰色的这个地带，不是黑就是白。国外长大的孩子可能就是比较简单。好，那慢慢的回到台湾，我们终于知道了还有一层叫做灰的。好，那这个灰的就是，我很难过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那直到我一些因缘之后，我去上了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那终于让我能够突破。其实以前我没有办法对着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那这个在课堂里头，老师第一天就给我们一个功课，叫我们第二天早上一定要说妈妈我爱你。我拿起电话跟我妈妈说，我现在在上课，怎么样讲了一堆，就是没有讲到那句话。然后她说，好，我知道你在上课，好了，那我在化妆，我要挂电话。我说不行，我有功课我要跟你分享。然后大概讲了半个小时，我才把那句话讲出来。然后她说她耳朵不好，没听到，要我再讲一遍。好，然后我就脸都整个红的，但是真的就是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让我能够把那句话讲出来。其实对台湾的男人来讲，去讲这句话，对很多很多台湾的男人来讲是很痛苦的。哦，对妈妈很多人很痛苦的，他讲不出来，他可以表现得出来，但是你叫他讲出来，他有困难。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也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后来我太太也嘉许我说，哎，终于你恢复正常了。我说那不是恢复正常，那是老了，眼珠子掉到正常的位置了。采访这天是公司内部两个礼拜一次的试吃大会。今天试吃的部分都是我们卖的客户接受度比较高的部分哈。我要那个砧板膏子，还有水杯。像是蓝莓乳酪面包，在上个月的销售排行下滑了一个位置。总经理吴冠明要和干部们一起找到原因。你们再测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啦，有一点空的感觉，太软了。一定要这么软吗？可以再发小一点，那口感就比较不那么松。就像评选冠军面包一样。试吃下一款产品前得先漱口，就为了把藏在面包里的魔鬼一一揪出。好，来吧，请用。而53年的老品牌最在意的还是消费者的意见。门市一收到讯息，立刻呈报总经理吴冠明，就要设法解决。因为他红豆有时候鸡蛋那边的话，有时候客人有时候都吃上去的话会觉得太甜。嗯，因为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边几乎都没有，所以他那块会比较甜。别人有做红豆吐司吗？有啊，有。拍个照回来给我看一下。很特别的是，顺成内部专门挑剔的是销售量比较好的商品。总经理吴冠明的见解独到一面。通常我们试吃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新的商品，第二个就是客人满意度非常高的商品，我们也要不断的试吃。所以这个主力的商品原则上是不能够出错的。我举例来讲，比如它占我1/10的产能，跟那个是占我1%的产能，好，那1/10的产能，是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1988年，31岁的吴冠明回台接掌顺成蛋糕。
纽约科技大学机械硕士毕业，曾在美国联邦政府担任工程师的他，回台后常发现今天蛋糕的规格比昨天小，整个生产制造完全没有 SOP， 只靠几个老师傅凭经验做事。脑袋清楚的吴冠明开始布局，2006年砸下7000万新建中央工厂。因为整个烘焙我们大概都跑，我们发现很多的老店都很难经营，年轻的第二代没有办法说服老的，大概的店大概都收。不过我觉得 Michael 算是比较灵活哦，就是说能够说服他，说服吴妈怎么样做一些改变。中央工厂的设立其实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稳定的大量的生产。吴冠明清楚，顺成的品牌定位是传承，他要做到的是延续。像是最具代表性的蛋糕，样式和口味直到现在都一贯维持50年的做法。我觉得台湾人有两个取向，一个他一直很想新的图案或者新的口味、新的设计，他另外一方面就对传统的东西其实保留是很完整的。比如说我们想不想要做菠萝面包，不想要放鲜奶油，结果客户没有，我至少我们的客户没有办法买单。应该是说这么多年来吃习惯我们顺成的这种商品的客户群，对，那他可能对我们这样子的做法是比较肯定的，所以我们突然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做法或者是造型的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除了糕点，明星商品卤味当然也不例外。吴冠明把从前全部丢在一锅卤的习惯丢掉，严格要求分级卤制。好，我们譬如说我们看这个小锅子，还有这个小锅子里头都是比较慢的，所以有一些东西需要时间比较长的，或者是它的卤汁的味道要比较渗进去的，或者是需要比较特别的味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在不同的锅子上面来卤。那有的东西有可能会卤30分钟，有的可能会卤到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设定好每一种食材的黄金秒数，稳定品质，而发现问题也能稳定大量的改善口感。像是热卖的鸭翅，采访1个月前，师傅刚改良了做法，8个门市鸭翅销售就一同反映在数字上。鸭翅的部分，我们最近有在研究，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它入味，能够保持它的 Q 性，所以我们就卤2次。那客人的反应是相当不错的。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做法，我们大概成长了10%到20%。把一盘小生意做大，从接管时的仅此一家，顺成第二代吴冠明接连在双北地区拓展分店，30年来平均1年开1间。中央工厂的设立更让顺成比一般规模的面包店供货量提高3倍。那我们发觉。天气冷的时候，街边店的人少；天气热的时候，人少；下雨的时候，人少。所以真正适合人在走的时候，其实只有剩下1/3。观察到街边店销售成绩直落，吴冠明懂得从数字找出答案，原来关键就在人。于是，打从10年前开始，他决定只在人潮相对稳定的百货商场、地下街选点设位，另辟顺城另一条生机。因为他这边只有大巴到台中以南，那这种的消费群的人都比较偏年轻，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客群。我们这边咸的卖得非常的好。为了紧抓18到30岁最大消费客群善变的心，台北转运站门市周周紧盯销售数量波动，决定架上商品生死，提升回客率。这里的营业额一直稳居分店排行榜2，仅次创始店。整个台北市的一个交通的改变，让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都是隐藏在地下的这种通道上面，所以我们差不多这10年来几乎没有再开街边店的这种展店计划。从美国决定回台的那一刻起，吴冠明就开始变法，除了延续过去发展的脚步，更加上科技人的思维，将父母白手打拼的天地，陪伴台北人走过半世纪的顺成蛋糕，要一路做到百年维新。人生滋味不一样。那
在整个你经营接手也三十年，在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有特色的，非常有顺成特色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哈，桂圆小蛋糕。你乍看觉得它有点像 muffin， 其实不是，还是蛋糕。其实我们当初在研发桂圆蛋糕，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这么久，可是你前面已经有快半世纪的做糕饼的经验呢。我们主要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过，这个不是 muffin。Mum 就是美国的这种杯子蛋糕，其实不太好吃。好，那我们为了要研究出它有桂圆的香味的这种蛋糕的话，其实我们的师傅特别哦，坐高铁哦，那时候有没有高铁？应该有了，高铁，然后坐到台南，然后坐大巴，然后再人家再来接到东山乡的山上去。好，那我们就亲自去拜访了两次，才找到我们想要的风味的桂圆。透过这个桂圆蛋糕，冠名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从母亲到你两代之间的那个坚持，它是一个表现在执行力上的坚持，不只是停留在一个信念而已。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台湾的东西哦，尤其是农产品的东西，会依着产季的不同哈，需求量的不同，它的物价其实是起伏非常的大的。但你的末端价格可以反映，或是说市场能够接受，没有办法反映这么多。原因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十几年来，其实国民所得并没有大幅的提升。你可以小幅的调整，但是我举例来讲，我们桂圆最便宜的时候，一斤可以买到160块。那现在买到的大概是320块，差异很大，差异非常的大，对，而且我们用量是非常可怕的。那我愿意去中国大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跟我的伙伴这样子讲，我们一起去，我们做一个事业，成功了，通通的会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那如果失败了，那你多花三年。我多花三年加上钱，都是我的。主要的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成功的范例。所以，当你跟弟弟一起在这个家业一直不断的扩展的时候，在这发展面，到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最大的跨度？也是在你考虑了很久之后，你决定去迎接。完全不一样的变数。你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15年前我们决定跟留台湾，所以我们这样是经过这样子的十多年来，我们觉得一切都比较平稳，我觉得没有挑战，而且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经济，对我们烘焙业来讲，有点像水煮青蛙一样啊，压力是越来越大，但是大家也慢慢的习惯。那看过大陆的市场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进去。虽然很多同业都跟我讲，你现在进去其实你赚不到钱，但是我自己还是认为说，要让自己在一个挑战的环境里头去做，所以我们选择了江苏的扬州做我们第一个测试的城市。那当然，扬州不是人口不多啊，那在大陆没有800万的人口是不能讲说它是大城市的，所以它就400多万啊，一个小小的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做了快2年了。我觉得从他们那边学到很多在台湾经营会完全触碰不到的问题。那你选择扬州这个地方，我们就称它是一个不如城市一二级大城市的地方，你觉得你当初的判断经过这2年对的，你掌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适合顺城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到任何地方有2个，一个就是你一炮而红，一个就是你慢慢付学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努力的交学费的阶段。好，那很多人说你一去就应该赚到钱，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东西比我们台湾没有比较便宜，像我们在那边的售价就比我台北要高10%。哇，我发现你很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面，即使那个阶段看起来它不是很快的就飞黄腾达，你很能够去看待这个阶段 in the long run 的那个价值。这跟你小时候，其实你有一段时间你必须要非常独立有关，或
或者是说，其实在这三十年，你跟你弟弟一起，因为你们要发展，而这发展经验是你父辈母辈没有的，所以你经历很多挫败，让你面对一些事物 try error 或者是挫败，你可以有蛮不一样的心态。我们刚刚有在讲了，就是说，其实，在没有上过这些课程之前，我们认为我个人的成功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那上过课程之后，我发觉我们个人的成功是来自于周边所有人的成全。那这一块其实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那我愿意去中国大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跟我的伙伴这样子讲，我们一起去，我们做一个事业，成功了，通通的会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成绩。那如果失败了，那你多花三年，我多花三年加上钱，都是我的。所以我是这样子跟我的伙伴分享之后，我带着他们去那边。好，那我个人认为说是，其实到我们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快乐。那可能我们希望能够成全，或者是我们希望能够肯定周边这些人，好，跟着我们一起去中国大陆，让因为他们这些人都很年轻，大概才40岁左右，好，所以他们是有机会的，好，而且他们也是有体力的，好，我们这样子做，主要的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成功的范例。关敏，我发现你其实做到这个阶段，你已经有一点点承先启后的这个心情在，所以今天最后大家以后看到这个顺成蛋糕这个品牌，会想到你今天分享的上一代的这一代的很多心情跟经验。第三代，你们家最大的第三代现在多大了？我自己的孩子现在34岁，我个人是希望他们回来，但是我更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说他们目前的生活是比较喜悦的，那我们就会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还是认为孩子的生活的品质跟他所要求的要过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是要来接我们顺成蛋糕为第一优先。不同的人生，但是你可以 guarantee 的是，顺成蛋糕跟顺成这个品牌的滋味会继续陪伴大家下一个53年，下个53年，这是一定的，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今天非常谢谢你，也谢谢你跟带着你的妈妈一起来，让我们了解了这段路是怎么走过来。是的，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的滋味，谢谢，越来越浓郁，越飘越远。谢谢。